50块钱一包套餐平价菜，都是蔬菜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涛，我们又见面啦。今天是我们居家隔离的将近20天了啊，很多这个食材都没有了，而且整个扬州疫情到了最关键的时段，所以这段时间非常严格的，已经就是禁止我们下楼了，所以外面的大小超市都关掉了。那么食材就没有了啊！今天政府统一采购，这个是50块钱的套餐。等一下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50块钱能买到哪些东西啊？疫情期间嘛，哇，好重啊，真的好重。下楼拿菜，是在看这个？来领菜，508的。508，18栋508，18栋行，都一样是吧？一样的，所有的都一样，都一样的。哦，这么多，好，谢谢，辛苦了。这么大一包啊，看到没有？还蛮重的，50块钱，这个很划算了。我们上楼啊，回家再拆开。真的好大，估计有10斤重，马上拆一下看看啊。点好了啊，人点好了。首先是一包青菜，这个好像是生菜哦，有生菜和青菜。打开看一下，青菜啊和这个生菜，而且码的非常的工整，工作人员确实辛苦了啊。紧接着就是3根小瓜。这个小瓜家里面还有一根，还有一根，这是3根黄瓜，4根黄瓜，这4根黄瓜，2个包菜，而且都是用这种包装纸包裹起来的，防撞。2个包菜，还有2根黄瓜啊，一共6根黄瓜。然后还有就是茄子，这个茄子一看就非常的新鲜，因为夏天嘛，茄子如果时间长的话，我们都知道的，它就软掉了。这个茄子非常的新鲜，而且虽然放在这个袋子里面，它也没有受到挤压，没有损坏，就是非常好的啊。5根茄子，小瓜还有一个啊。都是追求这个整数，紧接着就是胡萝卜，这个4根，6根，这是7根，还有一根胡萝卜啊，7根胡萝卜，3个土豆，3个洋葱。还有就是3个洋葱，没了，空了，就这么大一包，这么大一包只要50块钱，这么多蔬菜只要50块钱。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青菜和生菜，4根小瓜，7根胡萝卜，6根黄瓜，2个包菜，5根茄子。3个洋葱，3个土豆，一共50块钱，就这么多。由于我是一个人住在扬州的，然后这么多东西的话，它有50的套餐，好像还有一个是70，不就80的套餐。人少嘛，我就挑了一个五十。50的话就这么多。这几天蔬菜是肯定没有问题了，接下来就是肉，肉的话应该也是平价肉啊，13块钱一斤，5斤卖65块钱。再买这个5斤肉就应该是非常好的，但是我缺的还缺一些佐料，比如说这个大蒜啊等等这些的没有，已经很棒了啊，这么多基本上可以一个星期不用出去了。非常感谢就是这个政府以及社会人士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兄弟城市紧急供应啊，充分的供应扬州的蔬菜啊，疫情期间确实非常的艰难。白灼生菜，
小瓜炒肉丝，肉末茄子。